才知道说，原来那时候我妈妈跟另外一个人是巴黎史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歌舞厅的那个门口在代位，那我妈那一天是去代班，结果我妈其实是飞哥原本要追你。也是小妹妹，我真的爱你。他们没有提到唱歌这一段，但后来他们就说，因为那时候我爸都跟着飞哥嘛，对，然后他就叫我爸去，去就是探一下口风这样，真的，探完就探起来了，就追走，就被你爸爸追掉了，就探掉。哎呀，这个是缘分呐，人生就是一个缘分。比较好奇啊，嗯，你爸爸是吹什么的？他是吹牛的，这个厉害，这个厉害。